是不是吃的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冬粉啊，就韩式冬粉。冬粉啊，你旁边有冬粉？炒冬粉，对对，就是这种啊。哦，又是塑胶条嘞，也是我们家乐福看的塑胶条。你看塑胶片。家乐福塑胶条，台式刀削面嘞，要不要台式刀削面？啊，他写中文。台式刀削面啊，这台湾根本没有看过。他是 made in 台湾吗？我看一看，台式。阿妈受伤。看来不是哦。它是广东食品公司，啊、香港的，广东大陆啊。我要开始翻译了。不要在这里。